Hello， 各位 TVBS 18气象站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今天的直播时间，我是主持人宣彤。今天的天气呢，如果你现在要下班要回家，会发现部分地区是有雨的，就是因为礼拜四，也就是今天，是这一周最不稳定、天气最差的一天。但是如果过了今天之后啊，你住在中南部的民众会觉得这天气很像就开始慢慢变好了，而未来一周呢，也都不太会下雨。但是在北部地区，明天雨还是会有，甚至到礼拜六之前呢，这个雨呢也都是会持续的下。而目前最新的观测资料来看的话，在礼拜五，也就是明天，东北部地区，尤其在宜兰，受到了地形的影响，这个本积效应的影响啊，所以它雨可能还会来的有一点大。还有像是在大屯山的迎风面地区啊，这一带山区也有可能会有雨。所以如果你要前往这些地方的民众，最好还是带一把伞。但是中南部的雨势就会趋缓，而且也不太会有云，你是可以看到阳光的。好，我们先来看天气懒人包的部分。在今天晚上呢，这个南方云系就会慢慢的飘走，往这台湾的东北部方向去，但是呢，东北部地区的雨势持续的哦，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会有所趋缓，而在南部的雨势缓，东北部的雨势会持续。刚刚说预计到礼拜六，但是礼拜六呢，虽然雨有稍稍的缓和，但是很快的到礼拜日又要再增加。在明天，北东部会比较凉一点，中南部会天晴，原因是因为中南部的云系飘过了之后，没有云层覆盖在天空上面，所以它温度回升很快。白天呢，高温会慢慢的升上来，26号的时候会达到高点，不是26号，是礼拜六的时候会达到高点。那跨年这一天呢，恐怕会有冷气团南下，同时我们也跟大家预告，就是在跨年的这一天呢，在整个东半部地区会有雨。但是这个雨未必会很大，大概就是零星雨，而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多云的情况，所以如果要看到曙光，要追曙光的话，可能能见度会比较差一些些，要碰一下运气。那么东半部地区、北部地区呢，可能在礼拜日跨礼拜一的这个晚上呢，雨感觉目前的模式算出来是有一点多，但是呢，到了隔天的清晨，你要一升起的时候，这雨就会慢慢的变少。毕竟这东北季风增强啊，它的前缘呢都会有一个类似封面的情况出现，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雨，但是后来就会慢慢的转比较干的天气。我们先来看降雨的部分。今天降雨呢，其实比较多是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还有近山区，像是在中午的时候，在南投仁爱乡还有在合欢山这里，它的累积雨量大概12个小时左右就已经来到了60-70毫米，现在还是在持续的增加，但是呢，深夜之后雨势就会有所趋缓了。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降雨中南部就不会下，而在东北部地区的雨是会持续的。刚刚说这个宜兰这边呢，它是一个地形效应嘛，本积，所以吹过去不止山这边会下，甚至连平原这边也是有雨的。好，那到了礼拜五的时候，东北部地区有雨，中南部地区雨势缓和。那么礼拜六呢，要放假了，这个跨年元旦的连续假期带你来看。礼拜六基本上东半部地区零星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也没有什么雨，主要是因为这一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是一个空档，所以呢，整个回吹过来的时候，在整个东半部迎风面地区有一些很毛毛雨的情况出现，但是整体的雨势呢是比较少的。而在礼拜日、礼拜一，因为这东北季风又要再度的增强，所以迎风面地区会有雨，包含像是在花莲还有台东，但一样西半部地区都没有什么雨。这边特别提到了，在跨年这一天，大台北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但是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去年的时候的跨年，那个雨是下了一整晚，相比呢会比较缓和一些些哦。到了礼拜二这一天，这个东北季风又要再度的减弱，所以全台又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礼拜三则是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在东北部地区零星雨，东半部花莲、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雨去出现，但是整个西半部包含离岛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好，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致上的温度我们也带你来看。今天呢白天温度其实各地都算是蛮舒适的，22度左右，而在中南部高一点点，23，没有到24这么的热。而到了明天呢，因为东北季风还是有，所以在北部地区温度反而是有一点点下降，大概21度到23度左右，低温下不去，因为这个风就是落在东北季风的等级，它没有达到冷气团。而在中南部地区，因为云层已经慢慢的散了，所以温度就有回升上来，26到27度。但是早上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比较凉，晚上的时候有一点辐射冷却的加持，所以温度呢也是上不去的。而在这几天的天气呢，大致上就是这个
大陆高压慢慢的移出海，一个渐变性的一个过程。好，那未来一周我们说会经历三波的冷空气，而这三波的冷空气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东北季风啊、冷气团啊、强烈大陆冷气团，那分别影响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礼拜四到礼拜五，这是第一波，第二波是礼拜日到礼拜一。这是第二波，再来礼拜三是第三波。而目前如果要看强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波是最弱的，再来是礼拜三的这一波其次，再来礼拜日到礼拜一这一波目前看起来是最强，但是这模式还有很大的变数，尤其是礼拜三的这一波呢，它现在算出来已经是达到了接近冷气团的强度，所以不排除时间再近一点的时候，它的温度可能下降的会更多。而目前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一张图，礼拜四的时候，也就是今天，各地的温度其实都还相对的温差是比较低的，来到18到22度，大概4度左右而已。而到了礼拜五呢，红色的这一条线是中南部地区，它温度回升很快，有机会来到26度以上。而在中南北部地区呢，温度还是一样，18到22度之间来徘徊，因为这边有雨有云层，所以回升的幅度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到礼拜六整体的雨势就缓和了，东北季风也减弱了，所以北中南花莲台东温度都是上看到26度的，跟礼拜一礼拜二的天气有一点，礼拜二礼拜三的天气有一点像。好，到礼拜日呢，这一天下一波的冷空气又要南下，但是它是越晚越冷，它不会一开始就温度下降的很快，不是骤降型的。所以到了礼拜日跨礼拜一，就是你要跨年的时候，温度会越来越低，再加上刚刚有说这个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阵雨出现，所以这温度可能会比较湿湿凉凉，体感上会觉得比较冷。所以建议你，如果你要跨年的话，北部的民众、东北部的民众呢，最好就是外套穿的比较保暖一些，同时这一个雨伞也要记得携带。而礼拜一跨礼拜一同样是很冷，礼拜一跨礼拜二温度也很冷。而在红色的这一条线，也就是中南部地区，为什么会比北部还要来的再更下面一点点？代表温度更低，就是因为中南部天气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它辐射冷却效应很强，没有云层，所以温度在早上的时候降的就特别的快。但是要注意的就是日夜温差很大，有可能动辄呢会有超过10度以上的温差。同时像是在新竹啊、峨眉啊这里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好，礼拜二是一个短暂的空档，但是到了礼拜三，下一波的冷空气又要再度南下。下一波呢，目前感觉先定调为跟礼拜日的这一波强度类似，接近冷气团的强度，也就是说台北市它有可能会碰触到14度左右的低温，所以我们就持续带大家来追踪，时间更近一点，我们就会更加的明朗。而至于礼拜日礼拜一的这一波呢，它的局部低温可能来到多低？目前说北部如果是14到15度左右，那么在靠近沿海还有近山区，你要去到这些地方的话，那么这个温度当然就会比较低，有可能局部会出现11到12度左右的低温。好，我们前几天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在礼拜四这一周南方云系北台的过程当中，台湾水汽很多，所以在高山上有可能会下雪，但有没有下呢？实际上是没有下的。今天虽然水汽有配合到，但是在早上的时候各地的温度其实都没有到零度，包含最高的玉山也才 3.1 度，南湖圈谷呢比较低一点 2.4 度，水很多哦，有雨哦，但是呢因为温度不够，所以没有飘雪。而在这几天其实会不会还有降雪的情况呢？不会，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冰线啊，或者是一些结冻的情况出现。但我们还是告诉大家啦，因为毕竟这些高山上至少都要3500公尺以上，一般常人不太会上去的山上，所以我们就先不提雪，因为雪呢基本上是看不太到的，在这一周可能下礼拜有这个机会，但是还是要看这个雨有没有办法配合得到。好，我们简单就带大家来看礼拜六礼拜日还有元旦这三天的天气大致上是怎么走。目前这个是早上的资料，所以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图标呢，感觉很像在北部地区天气都还不错，多云到晴，多云到晴。但实际上北部地区部分像是尤其比较靠近东侧的位置，它雨可能会比较频繁出现，所以可能是多云时起，多云到阴雨的一个情况，在礼拜日礼拜一的时候。那礼拜六呢，温度北部地区是落在17到25度，周日的时候温度就下降了，因为这靠近接近冷气团强度的东北季风要增强，所以位置是大概15到21度。元旦的这一天会再更低一些些，14到19度。中南部地区的温度也会略降，低温呢中部地区也是有上看到15度左右而已。而在高温部分，在礼拜六的时候，中南部地区是回升最多的，有接近
28度的高温。而在宜兰地区呢，这几天都是有雨的，所以如果你要在宜兰跨年的话，绝对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因为这边地形的影响本来就很容易下雨。而在花东地区呢，同样是在迎风面地区，而且它即使高压回流吹的东风也比较容易下，尤其你是靠近山边的或者是海边沿海一带的，也都要注意这个雨具最好备用着，会比较保险一些些。好，那如果你元旦要追曙光的话呢，大家想要知道这天气如何，其实我们前面大致上都已经有跟大家来说，但是我们还是做了一张图卡给大家来更清楚的来看。如果你要追曙光的话，离岛是可以最早看到的，它的位置就是在台东啊、兰屿的这些地方，那么包含像是几个地方我们也带大家来看。而在看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本岛的话，是平地的屏东还有龙坑这个地方呢，它见到日出见到曙光几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它是比较早可以看到的。你如果想要享受台湾第一批看到日出看到曙光的人呢，你就可以去这些地方。但是天气状况如何，龙洞大致是16到17度，哎，这个温度还不算特别特别的冷，但是是多云，所以机会可能比较小一些。三仙台呢16到17度是有雨的，垦丁呢16到17度也是有雨的，这个时间点是在早上的时候，当然可能这云层还没有办法散去，所以这个温度上呢不高，但是它有雨，所以这要注意的就是你可能要看到这个曙光啊，可能光可以看得到，但是你要看到就太阳升起的过程可能就会比较难一些。但如果你是整个比较偏向于西半部地区的民众，则不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好，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好，康明有在问说，欧洲最新模式预报在一月初北边容易有封面系统生成通过台湾的上空，我们带您来看这一个降雨的部分呢。在一月的时候跨年之后呢，他说的其实就是指东北季风增强之前会有一个冷暖交替的一个界面，而那个界面呢其实就是广义上面的封面了。所以他通常礼拜日到礼拜三的这一波，你看礼拜日的这一波有一个东北季风，礼拜三这一波也有东北季风，但是这个雨呢不是说东北季风增强的时间都一直一直的下，而是在东北季风增强的前半段时间它是有雨的，因为这边正处于冷暖交界，但是这个雨呢可能到1月1号的时候周一就会慢慢的缓和下来，礼拜二又来的更少。而礼拜三的这一波呢，也是礼拜三的当天增强还没达到强度最强的之前呢，可能在迎风面地区有一些雨，但是到了礼拜三跨礼拜四的时候，这雨势也会慢慢的比较有所趋缓，会转为比较偏干的形态。好，那还有那个，对，这一次的跨年晚会是由我们 TVBS 负责。莎莎有问说，北部跨年可能要撑伞吗？如果你在北部跨的话，这云层是偏多的，而且这一次目前看起来感觉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雨，所以建议您带一把伞会比较好。那人多嘛，所以你如果不想带伞的话，你穿雨衣也是方便的，毕竟在跨年的这一天越晚温度还会越冷，那这个雨衣多多少少也是可以有这个帮助。杨娃娃说，主播小编晚上好，哎，晚上好。还有肯图也说，天冷还好，不要下雨比较要紧。郑中说，桃园今天阴雨绵绵，桃园今天的雨呢预计在今天晚上就会慢慢的趋缓，到了明天呢可能就是多云的情况，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雨啦，但是比较靠近在东北风碰触到的比较沿海地区啊，要注意一下。于杰问说，之后都没有寒流了吗？还不是哦，因为12月其实才是冬天的刚开始，台湾的冬天是12月1月还有2月，通常呢1月2月冷空气下来的次数比较频繁，而且强度会来的比较大，所以现在没有寒流，目前12月是一个寒流而已嘛，但是1月2月呢紧接而来还是会有不少的寒流下来的，只是相比于暖冬，我们说今年是暖冬，所以可能会比较次数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定会有，所以期待一下。如果你怕，你不怕冷的话，再来那个卡兹也说，太好了，不要下雨。好，那想见你应该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的民众，所以这雨呢这几天是都不会下，未来一周也不会下，在今天度过之后天气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就带大家来看跨年，除了要看烟火之外，我们也来看看其他国家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习俗，有什么样子的喜庆的庆祝的方式。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西班牙。西班牙呢在跨年的这一天午夜12点你要准备12颗的葡萄，然后要把它一个一个吃下去。12颗的葡萄象征着一年里面有12个月份，如果你12个都把它吃掉的话，代表你今年就会收获满满。而在俄罗斯呢，他们因为是东正教，所以他们12月是没有圣诞节的，他们的圣诞节呢是在
每年的一月七号，而现在他们跨年会有什么样子的习俗，什么样子的活动呢？就是他们在元旦的时候会有双老人来送礼物给小朋友，这是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再来像是日本呢，他们在跨年的前一天会跟一家人来一起吃这个荞麦面，因为荞麦这种东西啊，它其实呢是在极端天气也可以生存的一种物种，所以它对于整个习俗上面来讲，会觉得它感觉是有一种长寿富足的一个印象。而过去我们可能认为吃面呢，我们华人会觉得不要把它咬断比较好，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是要咬断的，因为你咬断之后才能摆脱去年所带来的一些困境。再来爱尔兰，爱尔兰他们的习俗则是他们会拿这种椰蛋的面包来去敲那个大门，还有敲那个墙壁，意味着就是可以把这些恶魔啊，或者是一些撒旦啊挡在门外，让你今年一年呢是过得会比较顺遂一些。那么这一个爱尔兰的这个面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它其实比较硬一点，外皮比较酥脆，有点像是法国面包，所以拿来敲那个门的话也是蛮 OK， 因为它不会像是一般的面包那种软软的那种软烂的感觉。好，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的哦，因为如果呢在爱尔兰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这边虽然没有写到，但是也跟大家来说，就是他们元旦之后第一个进门的人很重要。如果今天他进门的人是一个红头发的女生的话呢，就代表说他们可能今年的运势都不太好。但如果进来的是一个黑发的一个男生，而且如果身高180公分以上的话呢，则代表说他们未来一年的运势会很好。有一点感觉像重男轻女，又有点外貌协会的感觉，这是爱尔兰他们的传统习俗啦，大家参考一下听听看。再来是希腊，希腊呢则是说他们门边会挂这个洋葱，因为洋葱它意味着它容易发芽，所以对于生育还有重生都有一定的好的一个征兆，好的一个印象。同时他们也会拿这种洋葱啊来轻轻的敲打孩子的头，意味着就新年的开始。而在丹麦呢比较特别，则是互砸盘子来庆新年，就是呢，你会到你比如说你心爱的人的家的门前呢，去拿着你不要的盘子，在他的那个门前那边把它砸碎，意味着就可以驱赶这个厄运。同时在午夜钟响的时候从椅子上跳起来，也意味着可以跳入新的一年，对于整个运势来说都是很好的。但是呢，跨年这天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就开始信奉丹麦的这一种习俗来去丢碗盘，但是我们告诉你不要，因为隔天一月一号你很有可能就会上社会新闻哦。好，那跨年到底要怎么跨呢？我们刚刚说这个温度是比较冷一点的，而且这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好，可能在北部地区会有些零星雨，所以建议您冷然后又有点零星雨，你可以穿雨衣来去看这个跨年的演唱会。好，国建署也同时提醒了，像是世界上有台湾人啦，有超过三成的民众呢都不自知自己有这高血压的症状，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好保暖的防范措施的话，你很有可能因为低温嘛，然后加上室内室外温差的急剧变化，就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身体上的不适出现。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呢，就是家里面如果你本身有常备这种血压计的话呢，都是来做一个测量，因为它也很便宜啦，1000多块钱就能买得到，最好可以常测来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高血压等等的症状。同时国建署也特别提醒哦，有两大的 NG 保暖行为，就是你原本以为这样子是可以有助于你身体暖和起来的，实际上都是 NG 的。第一个就是喝酒，它没有办法暖身，酒精呢喝下去之后只会让你觉得很像身体暖暖的感觉，是很像衣服穿不住会想要脱衣服，但实际上呢你的体内温度是下降的，所以你在外喝酒宿醉的话就会变得很危险，受到风寒。第二个就是小心烫伤，因为你带着这个暖暖包啊，还是要注意就是不要直接的接触皮肤，或者是长时间的放置在同一个部位，不然很容易会造成低温烫伤。好，毕竟要过完了2023年，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在这一整年我们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今年呢、真的是天灾频传的一年，极端的天气很多，但有很多呢其实也是人为导致的，我们一一带大家来看。我们先来看洪灾的部分好了，你可以看到呢在洪灾利比亚这边是有暴雨，也就是在今年的9月10号，因为飓风影响到了这个地方本来不应该下雨的沙漠
他们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而且有四分之一的社区呢都被灭掉，原因就是因为有两大的水坝溃堤，造成了两万多人死亡。还有这个在 COP28 他们举办的地方杜拜呢，他们也在举办的前两周发生了罕见的暴雨，所以大雨啊都导致了很多的路面上的交通，或者是空中的交通，机场的捷运呢都是大打劫的情况。再来还有野火大火，加拿大的野火呢从3月15号一直烧一直烧，烧到了8月17号都没有烧完，而且呢他们这一次的野火烧掉了近三个台湾。不止如此，它的黑烟还飘进了旁边的格陵兰，导致空污的严重的扩散。再来还有夏威夷这个地方，它本身茂宜岛就是我们要讲那个野火事件，它是一个多雨型的岛屿，照理来说是不应该会有山火或者是野火出现的，但是因为有一个干燥的风啦，这就是那个朵拉飓风嘛，吹过去的时候，吹到这边的时候，这个风呢没有雨，但是风很强，就导致这个地方就是有火苗之后就助长了，同时也因为这里的人很喜欢去种植这灌木，所以加成上去就让这个火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个就是所谓的人为所导致的。再来就是土耳其还有叙利亚，他们在2月6号的时候呢发生的这一个地震，导致有近6万人的死亡，而且经济损失超过了340亿美元，这是百年来死伤最严重的一次。以及摩洛哥这个地方本身它不应该很常发生地震，但是它一发生地震往往都是特别可怕，所以他们在今年的9月8号也是爆发了这 6.8 的百年强震嘛，造成了将近3000人死亡，6000人受伤。而这一次导致这么多人死伤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准备。我们刚刚说摩洛哥这个地方比较靠近北非，它照理来说是不应该很常有地震的，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像防范意识没有，像是在台湾因为常常都有地震，所以我们可能对于防震的这个知识比较充足一点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今年我们说是全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嘛，2023年是最热的一年，在6月7月8月9月好像最高温都突破了这个记录，而在明年呢很有可能也会突破2023年的记录，就是因为今年是剩一年，而明年呢是剩一年的隔一年，通常以过往的经验强度会更强。而 NASA 就说全美到今年为止其实也快过完了啦，已经有25起10亿元损失的天灾，这个就已经打破了43年来的记录。而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飓风伊达利亚重创了佛州，造成他们三州哦就损失了高达200亿美元的这个经济损失。而这一张图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冷的地方还是有，但热的地方很多，你就可以知道即使到了冬天呢，其实整个冷热的范围还是非常非常的极端的，北边还是很冷，中南部地区还是很热，中低纬度的地方还是很热，所以旱灾或者是暴雨呢在各地也都是时有所闻。而气象局前局长郑明鼎就说了，2023年的均温就有超越记录，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先预告明年可能会比今年还要来得再更热，所以 NASA 就讲说明年会更热，所以大家要提前的来做好防范。好，我们也来看看我有哪些网友做一些回应哦。失忆有说红头发真是无妄之灾，他说的应该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各个国家的喜庆的一个习俗啦，跨年的一个习俗。好，12颗葡萄一次吃完会噎死吧？你不用一次吃12颗啊，你可以一颗一颗分着吃啊，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然后韩国于杰也有提说，韩国是敲钟，还有，像是伟嘉说为什么是葡萄？为什么是葡萄？这个我可能也要研究一下，不然你也可以上 Google 来自己查一下就可以知道。好，我们总而言之呢，现在是6点24分，我们为大家做一个总整理啦，就是在今天呢是未来一周天气最不稳定的时候，你过了今天之后呢，明天中南部地区雨势就会有所趋缓了，而在北部地区要再忍一下，因为到礼拜六之前这雨都是非常非常的多。礼拜日虽然说这个会转为比较干，但是因为这个东北季风再度的增强，它刚好靠近台湾的时间，增强的时间点呢就是在这个
中午后，所以刚好也就是你要跨年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前半段的时间呢，会比较湿湿凉凉冷冷的，所以要提醒您要去跨年的话，最好最好还是穿一件比较厚的外套，或者是带一些保暖的一些工具啊，暖暖包啊等等的，同时要带个伞或者是穿个雨衣是比较保险的。那如果要看曙光的话呢，目前还是觉得西半部地区最稳，你看到曙光的几率大概有80%以上。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明天礼拜五还有直播，我们再为大家做最跟进最新的这个天气的预报，也再带大家来看那个到时候跨年的天气大致上会怎么做怎么走。好，今天直播就到这边，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